手拉手庆祝自己的节日，来到草地上，来到花园里，我们围成圆圈，快乐的游戏。冯提莫同学祝大家六一快乐，希望大家天天开心，同学相处愉快。六一六一，大地春上花衣，小朋友们手拉手庆祝自己的节日，阳光多灿烂，花儿多美丽，我们唱歌跳舞庆祝六一。冯提莫同学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六一儿童节快乐。六一六一，大地春上花衣，小朋友们手拉手庆祝自己的节日，阳光多灿烂，花儿多美丽，我们唱歌跳舞庆祝六一。希望各位老师和同学在新的一年都能进步。词穷了，词穷了。我上次看到一个采访，就是采访那个同小学生，特别的搞笑，很想模仿他们说话，没有模仿的精髓。我对下课留校做作业的评价是非常满意，因为我觉得我在家里做作业往往会懒懒散散，但是我在学校我会有一种想要互相较劲拼搏的感觉，我会更有动力去完成好这个作业，所以我非常认可这个。就是这个，你们看了吗？你们这看了？我也看了。哎，你们没看吗？就是特别可爱，可爱。我的评价是，你的评价是什么？我在家写作业，我还会被打，但是在学校写作业，我会非常的开心，并且会很快的就完成这个作业。没看过，哎，那个是，行。